我们换一个方法讲，这一个呢，我可以说，一直到去年我都不敢这么讲。我们不要谈的是道，你们知道《道德经》，我昨天说了，是到玄宗的时候才把老子改成《道德经》，因为上边的道可道，下边的话是下德不德。这个分成编也是后人做的，就跟变成81章也都是后人做的。老子本身是一篇长文，5250字的一个长文。这个长文呢，开头它完全按照文章的做起，一起的话，先把总的叙述起来，然后慢慢的解这个各种不同的东西。当我突然间，差不多是去年的样子，我说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他都提出个"常"字来，用我们现在话来说，可以不可以把这"常"变成本体讲啊？所以说，你可以成为道的，就不是本体那道。因为本体那道呢，它可以有可以无；本体那道呢，有可以立可以用。所以你称它为道了，这是个道了。你们坐的地方就不是道了。所以说，你称它为道的话，它就不是那个永恒的、不变的、长存的、自在的。那个本体，那么这么一讲的话呢，所以故常无本体，它具有无，具有无这个真空以后，它就可以生出妙有来。故常有，一以观其表。这个本体呢，它不但具有无，它还具有有。当你有有的话，于是怎么样？你看看这有多少边疆啊？角是边牙、尽头的意思。故常有，欲以观其角。我们知道边牙为什么有了没边牙？当班杰明·富兰克林看到天上打电，我们中国人呢？就说，先看到电，后听到雷声，我们就把这个打电呢，下雨打电，说是雷公电母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打雷的是男的，闪电的是女的。在班杰明·富兰克林，他说不是，这一个雷跟电就是一样东西。他没有细说，我们现在知道声音跟光亮走得快慢不同，光非常快，电母，然后慢慢的听到打雷的声音，声音比光看的来得慢呢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天上打电打雷变成两个东西，变成一男一女，雷公跟电母。后来，所以知道，只是一个声音的快，还是一个颜色的快？电一来了，我们立刻就看见了。雷这声音要慢慢传过来，所以你先看到电光，后听到雷声。那么这个知道了以后呢，有，当我们有了以后，真是不得了啊，不知道多少。假设不知道这个电光有这一个东西怎么来的，于是古时候只知道它闪电，
现在我们把电用得多了不起呀、啊！这个灯是电，这个冷气是电，这个扩音器是电。故常有欲以观其表啊，你得要知道本体有个有啊，它这有啊，你不能够说不出来，也不能给它叫名字，但是呢，它是无边无涯的。从前我们不知道有光相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太阳出来了，有亮光了，我们赶紧出来做工，天黑了，光没有了，那么我们赶紧回家睡觉，那时候当然没家了。那么所以这二者有也好，无也好，同出，同出什么？同出于常啊，同出于本体呀、啊。无的话呢，就是看它怎么样，看它怎么真空生没有有，有怎么样，有的边涯无际呀、啊。你就拿这个电来说，就是当初的电只知道天上打阴阳电在那儿，后来知道有阴阳电了，那么等到最后，最后我们可以做电灯，做真空吸尘，做这个所有的电都是根据天上那个电来的。天上那个电呢，它不过阴阳相撞击而已，我们由这个一直慢慢慢慢慢慢的就开始研究。当初我们只知道这是个水，水能止渴而已呀、啊。慢慢的说，这水怎么会止渴？水是什么东西弄的？于是我们就研究，研究水不是就是水本来有，这是一个东西合成的，两个东西合成的，两个氢一个氧合成了水。氢跟氧为什么不同啊？为什么一个两个一个一个呀？我们有研究，这是分子不同。分子也有这个不同的，那么分子由什么做成的呢？由原子做成的，然后跟着电子啊，质子、电子，到最近不远的过去，发现在这个最基本的东西里头还有东西。这个东西呢，已经没有形状了。你分子、电子、原子什么这些东西还有形状，有一个东西在它最根本、最根本的地方没有形状了，但是看到它的动作，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研究的夸克。夸克你没法形容它，你也没法描写它是怎么样的东西，更不能算计它。为什么叫做夸克？因为知道有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东西在那儿动，这一个最基本东西的动，知道它是一个单位的一个体的动，但是无形无状，就叫做夸克。所以这夸克它为什么动，这就归到佛家的说了，多少零变成个一。所以我们这点是大家都知道，这数学不可能的，不可能你就加千千万万的零也变不成个一，所以这叫玄之又玄呢、啊。从老子的时候就说玄妙的不得了啊。那么这个玄之又玄的东西改成圆之又圆，为的是避玄烨的这个忌讳。玄烨是康熙的名字，烨是日字旁一个华字，中华民国的华，日字旁那个字，所以玄烨就是康熙。那么
从那时候起呢，不成啊，我们不能叫皇帝的名字，就把它改成元之有元。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书叫元之有元，我说现在不怕了，不必避讳了，所以我们改成玄之有玄，还是用玄之有玄。这是众妙之门。所以今天呢，这是第一章。这个第一章呢，我们看看啊，我这个简简单单写了一个字，写了一点东西啊。第一章呢是整个的总述，老子想要说什么，他没有提出具体的东西来。那么以后呢，这些章呢都解释他的理，不但解释他的理，而是解释他的事。理事是两样东西啊，理呢是这个思维的，然后呢事呢是现实的。所以理呢是形而上的，事呢是形而下的。他不但《道德经》呢讲这个啊，那么他还要解释怎么能够从理上进到事上。这两个东西都解释完了以后，还告诉我们如何启用。所以《道德经》呢细细讲的话呢，知道怎么启用，还怎么修行，修行的方法怎么样。细读的话，老子这5254个字里头包含东西太多了。所以上回有个人问，道家道教跟老子是怎么个来源，待会儿我跳上回的有几个题目问题答得很好，问得很好，我将再讲。所以呢，我们非常道非常明，把这个常字把它解成本体，你们试一试，把常字解成本体的话，就是什么了。这个第一章先总上，道可以道的，可以道出来的，不是本体的那个道。把这常字当本体讲，不是本体所说的那个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本体你给他说是这是个道的话，那其余就不是道了。但是这个老子所说的道无所不包无所不含，包括事理，包括事，包括启用，包括启用以后的一切毛发，包括启用的几个原则。所以将来我们讲的，我跟诸位说，佛家的三宝是盗用老子的三宝。最先提出三宝是什么？远在佛家进来之前，老子说吾有三宝，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，将来都要讲的。所以这是老子的三宝，佛家进来了以后三宝啊，佛法僧是用老子的三宝，老子是明明登之的。那么这一个本体，你不可以把这本体给它叫个名字，我们现在勉勉强强用这个本体来称这个这一个道。但是我们要叫它道的话呢，不是这个本体的道，非常道。名可名非常名呢，当你管它这个叫做道了以后，你给它加一个名字，他是张三，他就不是李四了。道这个东西，老子说道者你不可以虚离，一滴火都不能离他。道是我们，是我们的理，是我们的事，是我们的智慧，是我们的五根，是我们的六脏，是我们的一切，也是我们眼睛能看的一切，耳朵能听的一切。
包括一切这跟一切，这是老子要说的东西。这个一切之一切呢，既不可以给他名字，也不能给他一个定的东西，所以叫非道非道，名非名，因为不能够叫他道，你叫他道了，就另外有个东西了，你不能给他个名，安个名字，所以他就用一个常字。你们这么来解释这个道，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，都不是本体那个道，也不是本体那个名字。因为这个东西，你指定一个东西，它就不是其一东西了。但是道呢，是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含，无所不有。你修行，你自己怎么样做人，怎么样处事，一切一切，从生到死，都在这个肠子里头。而这个肠呢，不可以给他指定一个特定的东西，所以道可道非常道，不可以指定某一个东西是他，你也不能叫他一个固定的名字。但是他呢，无所不包，无所不有，所以他常无，为的什么呢？他具有无，里头空无一物，为的什么？因为他空无一物，于是就可以启用，就有了。那么因为它里头无，它才可以启用，因为它里头有，我们才知道它是无边无涯的有。所以在无跟有这个中间，它此二者同出，老子没说同出于道，同出于什么呢？因为说了前两句，说了故常无故常有，他没说道无道有，只是常无常有，所以再提出了此二者，就是无跟有二者同出。同出于哪里？没说同出于道，名称不同而已。所以这两个，我们谈到无跟有的话，真是玄妙的不得了，所以称它玄之又玄呢、啊，玄妙啊，玄妙啊，谁玄妙啊？无也玄妙，有也玄妙啊。所以说，此二者同出而异名，哪个两个呀？不止常，指的是有跟无。此常无，此常有，头一个没提道无道有，他提出二个来，此二者，这个二者指的是有跟无啊，不是指的道非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，道跟名不是的。所以这两者是有跟无，同谓之玄呢、啊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所以这个老子这一本书呢，注重讨论的最要紧最要紧的呢，他的中心的思想，中心的这个重点啊，让他表示出来，能够广包遍含，一切都在他这个老子要说的话里头，那么你就可以利用，甚至于修行，甚至于形而下的事物都包括在里头。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，修行的人自己都称为道家。其实老子自己不称道家，等到后来把它变成个宗教，
就称为道教，都是后人加的。所以今天我说呢，连八十一章都是后人分的。后人在魏的时候，魏朝的时候分了，那么于是才我们才有第一章，最后到第八十一章，然后我们再把它分上边、下边。上边头一句“上德不德，是以啊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下边的头两句“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”，于是把上边的道，道可道的道，跟下边的上德不德的德合起来，唐玄宗改称《道德经》。所以知道这个了以后，我们至少这知道经名的来源。那么你知道经名的来源了以后呢，对于老子这个人，我就要好好研究他了。所以我上回说，关令尹呢，这个在座的有好些没有来的啊，前上回没来的。那么关令尹，令尹喜把函谷关，把守函谷关的，函谷关外头就是后来统一灭了六国的秦。这个人呢，不但是官令尹，是个小小的官，同时呢非常有见地，而且很会看风水，还会看气。他呢闲着没事了，早上出来散步，东南西北一看，忽然间看到东边有一个紫气过来了。所以在从前我们要贴门帘的时候，这个对子，这一个对子横着呢，大概都被四个字，这四个字呢很多家用紫气东来，但是为什么紫气东来很少人知道。这就是官令尹那天早上出来看到一股紫气过来了，他说这不简单，这会有一个伟大的人物，必有贤者来，我等着他吧，看他怎么来。这时候就看着老子慢慢骑这个青牛，不是马呀，是个牛啊，你想他走了多久，骑是个青牛，慢慢慢慢过来了，过来要过关呢。令尹喜把他拦住了，你这关不这么容易过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周朝的大图书馆的馆长，也就是这个周朝的真正的管文史的人，你必须把你的学问留下来，你才能过关。所以留下来，老子就写了这一本《道德经》，当时不叫《道德经》，因为是老子写的，就叫老子，就跟孟子说的，孟子是什么？是因为孟子写的，他的书就叫孟子，像韩非子啊、孙子啊、管子啊，这些都是诸子百家都用他们的姓，所以老子就姓老。到唐朝的时候呢，唐朝因为唐太祖是五胡乱华之后，一个外国人统一了中国，他要表示我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，我必须找一个古人做我的老祖宗。孔子不可以了，韩非子也不可以了，这个孙子也不可以了，都有后代了，唯一没后代是老子，因为西出函谷不知所终啊。他西出了函谷关，没有他的名字了，没有他的记事了。所以既然不知所终嘛，我是他的后代，所以就把老子改成姓李。古时候春秋的时候，李这是桃李芬芳啊，是一种树、一种果子的名字，没有李这个姓。
你这个姓是后来的百家姓里把它搁进去了。那么老子不姓李，老子就姓老，跟二十四孝那个老来子系亲呢、啊、老来子也是姓老，老是个姓。所以在这一点呢，我们知道了以后，后来慢慢的很多人怀疑，因为这本书啊太好了，东西太多了，说绝不是一个人能写出来的。他说这个是把战国的时候，那么把这些当时的俗话，当时的这个谚语把它凑在一起而成了老子。因为战国的时候，那时候很多的人才出来，许多书都是在那儿成的，但是不同，老子五千字，篇篇相关。我们好比说第二章就有无相生，这种文章是不是很突兀啊？为什么他接着前第一章的，我们所谓第一章，故常有故常无，所以它有无相生，难易相生，长短相调和，都是一个对比的。这是老子的文章哎，这个文章它是把它先一个总数，然后后头就来描解释它这个总数的东西而已。假设我们把它硬分成章，硬把这些东西按照那什么的把它做道讲的话，很多很多接不通。所以昨天有一个朋友他说，有人说道德经老子根本好多东西不通，一定是我人假做的。这他又不明白了，假设他把这个常作为道德经代替道德经的道，于是后来常德不测，常德这个常德那个，他没说道德道德，都是常德。而特别在第六十章说出来芸芸众生这个东西，众生芸芸各复归其根，我们都要归根的。我姓什么，我的父母是什么，我自己怎么来的，甚至于想到我的前生，要不然我跟我的兄弟们同父同母，为什么我们长得都不相同，我们的个性都不相同，我们的脾气不相同，甚至我们吃父亲母亲给我们的食品，同样长大的，同样的营养，而个人都不相同。所以这一说，对，服务芸芸，各复归其根，他没有提魂魄这事情啊，老子提了。老子提了魂魄，但是他的解释另外一样，等后章再讲。所以夫物芸芸，各复归其根，都要归到根上。我的根在哪儿？我的根在我父母那儿。我的父母根在哪儿？父亲有父母，母亲有父母，一直追上去，最后呢，我们只好追到炎黄，特别是皇帝。所以现在呢，包括这儿都要祭皇陵，为的什么？不忘祖先，我们都是皇帝之后。所以在那个帝王专制的时候，皇这个东西不能乱用的，皇只有帝国才能用。为什么？因为皇帝的缘故。那么这一些东西我们了解了以后，所以我自己把它认为真正道德经，真正老子要讲的要述的它的最要紧的东西，告诉我们有无怎么用，然后告诉我们有无从哪里来的，从常来的。所以他以后提常，都是这个常字，都是等于代替本体讲的话，老子这东西就不会被人说不通了。
有许多东西不通了。所以知道这个了以后，这样的话知道啊，我解释不常无欲以观其妙。于是有些人呢，就把这个说常常没有